来关心消防方面的消息，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日前接获报案，表示公正街有民众两天无出门，反锁伫厝内，需要协助，立即派遣第二消防大队南塘分队的救护车以及救助器材车前往救援。救援到场后，发现患者64岁林姓男子，全身无力倒伫涂骹。救援人员马上前往评估生命征象，发现伊意识不清，并在救援人员进行处置之后，随即送往病院治疗。南坛出动911跟911车执行破门那个救护行动，到达现场的时候，那个由于民众住户已经先行破门，我们立即前往查看，发现患者那个独居啊，他倒卧在那个床底那边，他身上整个都无力，我们把他先把他移到空旷干净处所之后做评估检查，发现患者有严重低体温的情形，于则先做将患者做保暖的情形，然后后续送往医院做诊治。嘉义市消防局表示，最近天气变化大，应该注意身体状况，家属也要定期跟厝中长辈联系。若是无爽快，就要马上就医，千万唔通等到病情严重，才送医急救。新闻新闻调频嘉义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